这次参加这个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我是跑上海队。因为这一次是北京奥运，那么能够在这个我们国家的这种百年盛事，作为一名参与者，作为这个三星奥运火炬手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不同。那么应该说这个经历吧，让我这个真是永生难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三星这个品牌应该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因为你在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都会参与到三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都会感受到，都会使用到。那么再有我觉得很关键的，因为在很多的赛事里都会看到三星的这样的品牌的参与，而且也给我们这个体育事业做出了这贡献也很大，赞助了很多的这样的体育赛事。我知道，我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三星能够在我们国家受到这么大的这个自然灾害的这个时候伸出了援手，也献出了爱心。那么不光是中国三星这边，那么总部、韩国总部都给予了很。